他们要来挑战的是2.5公斤的超级摩天轮巨虾。Ready？ 我今天一定要赢，我今天不能输。预备，开始。好，你们两位加油啊！好，哇，你们看哦，有些人呢是沾咖喱酱，像阿妹是咖喱酱，然后小慧是美乃滋，对不对？现在目前泡芙的进度跟我们的小慧是差不多的哦。然后呢，阿妹呢是先把这边给吃完。你应该第一次看大胃王出演这样吃东西。对啊，好疗愈哦。很疗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自由救护一下。好。你把虾子丢下来去，对不对？我好香，你都吃完了，好香哦！你是不是有放一两只过来啊？没有没有，反而虾有吗？你不要新人一直被欺负哦，他如果有放过来的话，你要讲。天哪，小薇把虾子吃光了，40只吃光了，超强！天哪，但是啊，他吃得快啊，不见得等一下会翻到 lucky。看他们吃，我也忍不住好想要就是。他现在在北方啊，最后一口了。到底小好烦，我主持的好累，我输的好腻哦，真的。小薇好强哦！12分30秒，三选一啊，请选择。小薇加油！好，请选择。Yes！ 那个是哪一只？